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都市富贵病》。这一集咧系糖尿病嘅最后一集。而呢一集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糖尿病嘅运动概念系啲咩。如果你唔知啊，原来恒久嘅运动习惯系有助控制糖尿病嘅。运动对糖尿病嘅好处，运动能够帮助消耗葡萄糖，多余嘅脂肪能够降低胆固醇。三支甘油脂，松弛身心，增加心肺功能。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增进胰岛素的感应了。运动能够增加对胰岛素的感应。记住，非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是有抗拒性的，即使是分泌正常，肥胖都会令到胰岛素发挥不到功用。定期运动可以改善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的。哇，听到原来做运动有很多好处的，而且做运动不需要特别很多的设施，做运动可以很生活化的。选择运动，太阳运动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比较理想的。它的例子有健步行、缓步跑、上楼梯、游水、踩单车、跳舞和各种的球类。容易做的运动，是一些很简单又随时随地可以做的运动，例如行路，方便易做，安全又经济，时间行程场地人数可以自己安排，只要提早几个站落车，行多几步路，行上楼梯代替搭 lift， 假期的时候可以行山，既欣赏大自然，又可以松弛身心，增强体魄，一举数得。哇，原来做运动真的可以这样生活化的。但是糖尿病患者做运动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呢？运动注意的时候，安全目标心跳速度计法很容易，将200减年龄再乘6、7乘就是的了。患有其他疾病的朋友做运动之前应该问下医生的意见。做运动应该带备葡萄糖、砂糖、饼干、小食和医疗卡，以防万一。如果当日的血糖超过15度，应该暂停剧烈运动。记住每次做运动之前要做热身，避免空肚做运动，餐后一两个钟头之后做运动比较合适。注射胰岛素的朋友每次做运动30分钟之后应该额外进食，选择适当的场地、天气、衣着、鞋袜等等，避免单独在僻静的地方做运动。记住运动前后都应该有适当的休息啊。这一集是糖尿病最后的一集，我相信大家对糖尿病已经有一定的认识。如果大家想清楚更多的时候，可以请教王医生。